终于中午可以休息了，来想一下要吃什么好呢？财宝，今天中午想吃什么？有什么好吃的啊？附近都吃腻了。我预算没那么多，吃简单就好喽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每次到这时候，总是都要烦恼吃什么。想必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？哦，对了，其实我有想到一个不错的美食圣地要推荐给大家哦，那就是万华区最大的美食市场。欢迎收看《张鱼烧周报》，财富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主播财宝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不会每到中午的时候就会像财宝一样困扰着，要吃什么呢？这可真是上班族朋友常面临到的困扰呢。而这次不用担心，财宝将要分享自己的口袋名单给大家哦，那就是万华区最大的美食市场——东三水街市场。东三水街市场是台湾万华区其中一个著名的美食市场哦，也是当地居民和游客最爱的一个热门地点。这个市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美食文化，现在就来带大家去现场一探究竟吧。东三水街市场以及各式各样的美食闻名，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许多台湾传统的小吃和当地特色料理，无论是咸的还是甜的，市场里有着各种选择，让您的味蕾得到满足哦。您可以品尝到台湾著名的油饭、菜头粿、手工鱼丸、米粉汤和寿司等等，每一样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和口感。此外，东三水街市场也是一个购物天堂哦，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摊贩，新鲜水果、蔬菜、海鲜、肉类和其他日常用品。这里还有一些小店铺贩售各种精致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，让你带回家做纪念。东三水街市场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，展现了台湾丰富的美食文化和独特的街头风情，不仅是品尝美食的好地方，也是感受当地生活氛围的绝佳场所。无论你是美食爱好者还是文化探索者，这个市场都值得一游哦。没错，东山水街市场除了能解决中午吃东西的选择荒，又能来享受美食，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张营推出的优惠活动，蒙甲东山水到底配享20%优惠，于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活动期间内，至活动地点消费，使用台湾配 QR code 扫码支付成功者，单笔消费无限金额可享20%之现金回馈，单笔现金回馈上限新台币300元，本活动回馈总金额上限48万元，如达回馈总金额上限即停止回馈，并公告于主办单位官网。吃美食还能享优惠，更多资讯可上彰化银行官网查询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彰化银行 YouTube 频道，掌握最新好康。我是主播财宝，大家拜拜。